下圈圈。
我现在穿着我的泳衣，我刚刚跟妈妈一起给波子洗了个澡，她现在正在干饭。她的晚餐有鸡肉、有普通的狗粮跟青瓜，她已经把鸡肉全吃完了。我现在要出个门，然后去寄个东西。寄这个。我刚刚去寄东西，大概只花了5秒钟的时间。我现在刚刚叫了奶茶，刚点了，大概等个10分钟就开过去拿吧。数错话对嘲笑和对比，谈爱说痛不过心死，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，只一种永远的你，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，由衷的真心的我现在准备出门啦，这眼镜反光的真是烦。这样子吧，我现在出门一趟去，因为我朋友给我寄了一些塞纳河的周边，应该是昨天到的，但是我昨天去看那个邮箱的时候我没有看到，然后他后来就说是放在了我们家附近的邮局里面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回去邮箱找一下他有没有给我就塞那个条，他有或者没有我都打算接着去邮局那边看一下取一下件那样子。去取到包裹了，然后现在来拆一下，那个布子钥匙，我捡完匙回来了。我天哪，这个姐妹真的是用心了，她给我包的好好，她是我国内的一个朋友托她带回来，她来不及见面，她就直接给我寄过来了。她包的好好呀，这是海沙的 CD， 接下来哦，接下来这些全都是生血，天哪，她给了我超级无敌多生血，我真的很感谢，说实话。但是
是我的宝贝大乔，这是大乔，女儿好可爱啊！这也是大乔，这是闹闹，这是阿星，这是我，可以说是我第一个推的女生吧。现在没有这么推了，但以前老喜欢她了。这是我前一段时间超级超级爱的包包，这是小乔，小乔啊，这边是大乔，这三张都是大乔。大乔宝贝太可爱了，我爱死大乔宝贝了。今天我太感谢他了，回国必须请他吃几顿饭都不够的感觉，请他看公演，等我回国再说吧。这是闹闹，闹闹超可爱，闹闹超甜，我感谢你。It's too